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你说，为什么美好的东西都这么短暂呢？我记得我们曾经好像也有一段好时光呀。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是爱我们的。可为什么到了江宁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？你说你天天早出晚归的，老婆管不管，孩子顾不顾啊？爸爸，爸爸，你要早点回来。我尽量吧。可以陪我一起过。傻孩子，这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不灵就不灵吧，他不回来咱也一样过，是吧？美云，切蛋糕。嗯，来。哎呦，在你离开了之后，我虽然很生他的气，我故意考低分，我故意不理他，就是因为我心里总是抱有一丝期待，我觉得他能变回来。那现在我知道了，不可能了，他已经失去理智了。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。因为我知道，就算这个世界都变了，你不会变的。我经常会想，如果你还在的话，你一定会疼我、爱我的，对吗？妈，我真的好累呀。春雨，你在哪儿？春雨，我们见面聊一下好吗？
春雨。林叔，能进去说话吗？啊，当然，请进。林叔，您随便坐。嗯。林叔，您先喝杯水。林叔，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？这个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情。行，你说。是时候让你知道一切了。其实，我就是马佐里尼。这边，来，东西都在呢。哼，看来按图索骥很容易出现偏差。是我太不小心了。要不我们先走吧，给他们留点空间。越来越有眼力劲儿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小琴大人调教的好。今天一整天都没见到你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去看我妈了。春雨，等今天通关之后，我再告诉你，好吗？告诉我什么？马佐里尼，我，还有我知道的一切。嗯。
锦，怎么我在游戏里更好看？啊，我在现实里不好看？不是，你在游戏里和现实里都好看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勇敢，还那么正直，而且都对我很好。其他都对，最后一条不对。这什么？小心，腿还好吗？没事儿，你先去吧，我慢慢跟上。那我先过去看看，一会儿过来找你，自己注意啊。嗯。春雨。你长大了，妈。我好想你，妈妈。也很想你，现在没事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你我还有爸爸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的在一起，从今往后再也不分开。是不是又跟爸爸怄气了？别生气，你爸爸是最爱你、最疼你的人，这一点他从来都没变过。他不是。这不就是蛾子吗？你不觉得他比普通蛾子大很多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说这有蛾子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在防空洞也见过类似的飞蛾，我猜测和通关条件有关。是，很有可能。对。春雨呢？哦，他在后面，马上过来。你怎么没有跟他在一起啊？现在这么危险。我去找他。春雨，春雨，春雨，春雨。
春雨，春雨，我去那边。跟着林叔，别出什么事儿。走。雅。你们等等我。春雨，危险啊！春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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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雨。什么好？好浪漫，好感人呐！但是有什么屁用呢？他说他永远不会放弃你，你信吗，春雨？你闭嘴！心虚了吧？他说的连他自己都不信。你为什么要相信这样的鬼话呢？这个世界上，感情对于天才来说，就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困住你。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？是你自己，是自由。没有情情爱爱束缚的你，才是真正的自己。就拿我和你妈来说吧，当年我也被她困住了很长时间。可是有一天，我自由了。你知道是哪天吗？我让你闭嘴！就在那天，那个午后，天空下着瓢泼大雨，你也在车上，咔嚓咔嚓，雷电交加，车在呼啸，在奔驰。突然，砰！整个世界突然就安静下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那道束缚，那堵封了我很多年的密不透风的墙，它消失了，我获得了新生。春雨，春雨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在说谎，他在说谎。那天还是你的生日，对不对，春雨？春雨，春雨。
春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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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雨。现在很愤怒，也很无助，但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假象。春雨，春雨，你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春雨，春雨，你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为什么要停下来？你已经自由了，春雨。你看，光明就在前方。这不正是你要追逐的目标吗？春雨，往前走啊，自由近在眼前。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说的那些你爸爸的事情全是谎话。根本就不是谎话，真相往往是残酷的，谁都不愿意听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无法更改。你不要听他的，你爸爸心里怎么想的他根本就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谁知道。春雨，你要有自己的判断，不要听他聒噪。你闭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孩子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所有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，我都历历在目，孩子。因为老高，这门打不开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进不去，也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。我们先别着急，我相信只要林叔在里面，春雨会没事的。林叔？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游戏里的林叔并不是我们在学校里认识的那个林叔，那他是？他是春雨的，我是爸爸，我是爸爸，孩子，我是爸爸，孩子。真能编呐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春雨，这个老头明显在骗你啊，他要不是老林，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，现在才说？我没有骗你，孩子，我只是被困在老林的身体里，我不敢暴露身份，那是为了保护你。继续编，真的想保护你，为什么还让你玩这个游戏？你相信我，孩子，你出生的日期是6月5号。你出生那天下了一场小雨，所以你妈妈给你取名叫春雨。还有，你妈妈叫周小婷，我们后来一起回到了建木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就算你是春一鸣，难道我说的都不对吗？你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疼爱女儿的好父亲了？之前做过什么你都忘了吗？当初为什么回江宁呢？难道真的是为了让春雨和外婆团聚吗？还不都是为了你自己？混蛋！之后发生的一切，包括春雨妈妈的死，难道跟你都没有关系吗？孩子，春雨，她骗你，骗你妈妈还不够多吗？
自由了。春雨，你抓紧了，孩子，我拉你上来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女儿，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，不要伤害她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飞蛾总是要扑火的，因为她已经被蛾子寄宿了。你说什么，她根本听不见。怎么才能救她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告诉我怎么才能救她？你，坚持住，孩子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蛾子还在他身上，谁也阻拦不了他，除非蛾子转移宿主。你上来，坚持住！你！这事情我无法挽回，但我希望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假扮春叔，说的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。不管怎样，恭喜你们过关成功。春雨，
春雨，你醒了。来，慢点啊，小心点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年总给我们找了一个安全屋，天津人不知道这儿。我昏迷了多久？早上的时候，南小琴和徐文雅从游戏里出来，他们发现你一直昏迷不醒，然后联系了我，年总安排了这个地方。别多想了，醒过来就好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林叔和春一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刚知道了所有真相。昨天下午，林叔突然跑过来找我。林叔，是时候让你知道一切了。其实，我就是马佐里尼。您是马佐里尼？我也是春英明，春雨的父亲。当年车祸以后，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问题。我试着去缓和，想要接近他，但让我万分痛苦又束手无策的是，春雨根本不理我，他也不和我吵，只是无视我。就好像我这个父亲完全不存在一样。妈，春雨，我来看看你们。妈，这是给您买的人参蛋白粉，特别好。春雨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提拉米苏。春雨，你们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最近的成绩下滑得很不正常。爸爸知道你心里有些事情过不去，可是爸爸跟你说话呢，你能不能先别玩游戏了？春雨，给我！春雨，你给我！撒开！春雨，撒开！撒开！撒开不撒开你？嗯？孩子没妈了，本来就可怜，我们玩会游戏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儿不是你的实验室，孩子也不是你的仪器仪表坛坛罐罐。因为春雨一直不愿意和我交流，后来我就想到了用脑机接口技术来做出一款游戏，这样或许我就能和春雨交流了。半年前，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。测试那天，严明亮，你已经见过了，他是项目投资人，也是技术合伙人。那天他家里出了很大的事情，但他还是准时来到了实验室进行测试。
明亮啊，我们要不先停一停吧？为什么？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老陈，现在只有工作能让我暂时忘记痛苦。走吧，路总得走下去才行。那你慢点，小心危险。啊，没事，现在恐惧和危险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。嘿，明亮。老陈啊，老陈你醒醒啊，老陈啊，怎么可能呢？这里是虚拟世界，怎么可能昏迷呢？陈一鸣，总工，快打120，快点！不，先等等。总工，老陈，行了，总工，没事吧？刚才是不是在系统里昏迷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在刚才落水的瞬间，因为极度惊吓，你在游戏里短暂的失去了意识。这可是一个不小的 bug。是啊，现在解决它吧。实验必须暂停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。把刚才的数据给我看看。没出问题可怎么办？严明亮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他的计划。总有一次一次违约，那句浪有一次。